周末的电视江湖，硝烟四起，拼抢激烈，跑的跑，跳的跳，风吹日晒，好热闹。跑什么跑？多累呀、啊！游什么游？多辛苦啊！最好的方式，还是找几个好朋友，待在家里头，玩玩游戏啊，吃吃水果，这样才开心嘛。你说是吗？欢迎大家来到由一叶子新鲜面膜独家冠名播出的全明星夫妻挑战博弈节目《为他而战》。一叶子新鲜面膜，新鲜的力量，让爱鲜活。本节目由全能男神座驾东风标致408特约播出。每到周末，我们都会邀请四对明星夫妻来到咱这个家里来玩。当然，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将会有一位全能的明星带领四位开始属于今天晚上的博弈之旅。他是谁呢？特别的人物。有人说他高大，说他聪明，说他受万人敬仰。下面让我们欢迎信心主判官登场。你好。玩够了没？怎么了？打，别玩了。我现在特别习惯拍别人，我跟你说。你在后台都已经玩了6-7个小时了，是能停了吗？能停了吗？拍拍自己吧，好不好？拍得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何炅，非常欢迎何老师，为他而战。那个，好奇妙的感觉，我怎么在这儿？对，当信心主判官了嘛，开始。这样，其实呢，我们这节目挺快乐的啊，最关键是环境特别好，是特别有家的感觉。我喜欢你们家。对，每到周末的时候到咱家里来吃吃水果，我这有特别好的荔枝给你准备好了。我最近有点上火，你们家有芒果吗？这个真没有。我家有，我请你去我们家吃芒果呀！要不下了节目一块吃，好吗？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为他而战，看到这么多的同学们，这么多年轻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这个有趣的节目，非常开心。但是我想问一下，刚才李好说"高大"这个词的时候，有谁笑了？给我出去！你在大家心目当中啊，还是属于高大的形象。是，那为什么要笑呢？对，星光熠熠。最重要的是啊，现在在何老师的身上又有了全新的身份。你看看，老师、主持人、演员、歌手、畅销作家、老板、作家，现在又加了一个什么新的身份呢？谢谢大家。就像老汪之前所说的那样，全新的处女作电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鸡起花开刚刚拍摄完毕，杀青了。非常非常感谢全剧组朋友的支持，这个作品很顺利的完成，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和支持。这一次又很高兴可以来到为他而战，来担任又一个不同的身份。是，叫信心主判官嘛。我可不可以跟你商量一下，因为我其实这个人特别不会当官，我也特别害怕当官，所以能不能给我换个名字？因为我好不容易熟悉了导演的这个身份，现在又马上要跳跃到一个新的身份，我怕我承受不来。信心主判官不合适是吧？做大导，是战术大导，帮我们的嘉宾们来这个部署一些战术，排兵布阵。这个身份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个我可以接受。好，那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欢迎各位来到为他而战，我是为他而战的战术大导何炅，请多关照。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第一对夫妻登场，欢迎鲍蕾陆毅，两人相恋19年，结婚9年，是全民优质偶像，国民 CP， 欢迎他们，欢迎，哇，为他而战第一对亮相的这个夫妻。那其实他们两位相恋19年，刚才李好介绍了。有的时候我们说相爱的人在一起相处久了就会越来越像，对，夫妻脸。现在这两个人已经不是夫妻脸了，已经有点像双胞胎的意思。对，你看他们两个，而且有这个优势啊，抱抱对于陆毅的绝对信任。那陆毅呢，体力好。问一下陆毅，对于抱抱的这个所有的指导和决策有没有绝对的信任？我绝对信任，哪怕让我赴汤蹈火、刀山火海。
我们这只是个电视节目呀，没有那么严重啊。好，那我们就祝福两位可以有很好的成绩，好不好？来，给他们加油。两位请入席。好，好，来，那我就对，去吧，去吧，被关起来，拜拜，这是你的命运，拜拜。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来到现场的第二对明星夫妻登场，欢迎他们，欢迎蔡少芬、张继，一位来自香港，一位来自重庆，两位结婚七年，能文能武，珠联璧合。两位好，来，请站出来，欢迎娘娘，你好，啊，欢迎娘娘。大家好，我是张晋。大家好，我是梅吕芬。啊，也是张太太。张太太，请问张太，你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这么多的游戏环节当中，有没有谁是你们夫妻俩的对手啊？不可能有啊！我刚想说全都是对手，你看。不过因为他受伤了，如果他做不到，也是因为受伤。啊，这真的不是找借口，因为今天在底下他也给我秀了老公的手臂，确实是这边肿的，就是跟那边完全都不对称了。所以呢，游戏要尽兴，但是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好，好，我们给两位加油。好，来，谢谢两位，谢谢，谢谢，来，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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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那接下来这一对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欢迎他们，让我们欢迎时尚佳偶、领衔新生代夫妻毛欣然、何建泽，相恋八年，结婚才一个月的时间，欢迎。天哪，大家都认识吗？他在《甄嬛》里扮演的是安陵容。你们是爱他还是怕他？香来了。有人治我就焚一下香。大家以为戏里面他们的勾心斗角都是演出来的，不见得。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加油来，加油。安小主，今天晚上看你战胜皇后。这个是可以播出的吗？可以播出哈，没问题，因为他们是夫妻嘛。哦，他们是夫妻。对对对，而且我们还会给他们后面配上一个大大的音效。啊，对，就是。够了。有请本场的第四对夫妻，欢迎他们两位。有请夫唱妇随、鸾凤和鸣的李湘、王岳伦，掌声欢迎。来，导演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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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人生真的很奇妙，人生何处不相对，中国电视界真是大团圆啊，其乐融融。没有想到我跟香香会出现在为他而战。对，我想问一下，携手老公来参加这个非常激烈比拼的节目，香香内心是不是真的没有压力？今天来这个节目的话呢，我对我老公挺有信心的。为什么？因为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给了我们很强的信心。本来我觉得我们的最强的竞争对手是张晋，是，结果张晋在昨天彩排的时候，今天发布会的时候表现的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哎呀哎呀，露馅了，张太该不干了。干嘛了？不是真的，他是压害。哎，各位观众有没有注意？有没有注意？那边根本没有光，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想到会撕得这么早。说好了坐到台上才开始撕的。对，何老师，我跟你说，还有一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张晋他确实受伤了。对，所以呢，我对我老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好，来，掌声给我们第四对啊！我们大家非常期待，谢谢，香香还有王导加油！来，有请入席，加油！不错，好，王导加油。我跟大家讲啊，其实呢，前面的开场非常的轻松幽默，但是。我了解了一下我们所有今天会出现的几个比拼项目，我特别能够理解导演组一直拒绝跟我们的明星嘉宾透露他们本期将要参加的这个游戏内容的原因，因为非常有可能他们一旦知道要做什么就不来了。不敢了。哇，
那么严重啊？真的，天男性在大家的心里面要做一个评估和估量。嗯，接下来的时间，一叶子新鲜面膜为他而战，马上就要开始，让我们有请战术大导。来，我们掌声给我们今天要参加我们游戏的四对明星夫妻，鼓劲加油。那在第一轮游戏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总的规则，告诉所有现场的四对夫妻和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我们为他而战要怎么玩，好不好？我们来看我们的总规则 VCR。本场四组夫妻将经历四轮游戏挑战，前两轮游戏为单人挑战，后两轮为 PK 战。每轮游戏项目公布后，四位老婆在博弈区通过考量自己老公的挑战实力，同时与其他老婆博弈，来为老公争取挑战的有利条件，最后根据所下分值高低决定老公是否出战。挑战难度由老婆的博弈所决定，老公只能尽全力完成目标。挑战成功，夫妻将收获相应积分，挑战失败则扣除相应积分。四轮游戏过后，积分最高的夫妻将赢得奖励，而积分最低的夫妻将接受惩罚任务。好了，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第一轮游戏。在揭晓之前，我们先闲聊一下。我问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尴尬的问题，那就是不知道四位你们的先生对你们的体型体重有没有要求过？背，是让我们背背吗？对，先问欣然好了。他一直这么多年应该比较忍受我这个豆芽菜的身材吧？啊，其实往往能吃的都是死瘦子，就特别。抱抱姐是不是很能吃？对，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我很能吃。你们俩这么聊的时候，有考虑过香香的感受吗？啊不，香香姐是我最爱的。刚刚香香一丈红，来，真的是刚刚还说我们是老乡、啊。没关系，我一点都不那个什么、啊，不觉得有受打击。为什么？因为像我这种身材是属于容易胖也容易瘦，就我稍微不控制，每天吃很多，然后又很懒睡，睡懒觉这样的，很容易就会胖。但是我只要坚持运动，少吃一点，很快的速度我就能恢复到我以前的体型。就看我想不想。明白。王导有没有，比如说你胖的时候有没有过问，或者比如说，哎呦，老婆，你最近是不是要控制一下？我老公从来没有，要不然的话我不会胖成这样。就是因为一个没有要求的老公，他就觉得你怎么都挺好的。我老公因为他自己，你看他跟我也一样，我对他也没要求。对，所以你看他也是那种就是很幸福的样子。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当有一件事情发生，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麻烦或者挫折的时候，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是你们鼓励老公多一点，还是老公鼓励你们多一点？我先问抱抱好了。我觉得是我给他力量。比如说什么时候你会给他力量？比如说就刚才说这个控制体重方面，那陆毅属于呢，他说我要吃我就要吃饱吃爽，那如果说控制体重，我就一口也不吃，他就可以一个星期不吃饭，一粒米都不沾喝水。真的简直就一星期都不吃。以前有过，现在受不了了。那我就要不断的给他鼓励，告诉他就是要养成一个好的健康的习惯，饮食习惯，哪怕是吃饭的速度慢慢变慢，都会让你慢慢的成为一个真正的很瘦很健康的人，而不是忽胖忽瘦。好，刚才两个要素，第一体重，第二互相鼓励，这些都跟今天的第一个挑战游戏有关系。第一个挑战游戏，我们接下来播放一个 VCR， 告诉大家要做什么，然后我们来看看 VCR 播完之后现场还会留下几对家庭。好，就看 VCR 就决定了。好好，请看我们第一个游戏的游戏规则。身处绝境时能为爱坚持吗？老公倒吊，双手紧紧拉住老婆的手臂，随着升降装置不断升高，当老婆脚尖离地，计时开始。游戏过程中，老公必须克服高度恐惧和体力极限，紧抓老婆不放手，坚持时间超过或达到老婆下分时设定的时间，方能获得相应分数。基础分为6分，起始时间30秒，每多下一分增加5秒。坚持就是胜利，爱他就绝不放手。
来，香香，我们走。干嘛？你对我老公太没信心，而对我没信心啊！我没有对，我对你们都有信心，但我觉得这道题目你们不占便宜。谁说我们不占便宜？太小瞧我们了，说不定最后赢的就是我们。我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这种动作我们在家经常玩。真的，可以把你们接起来。你知道这个时候你老公在做什么吗？你老公在特别单纯，像个孩子一样，在跟陆毅研究战术动作，是这样还是这样？他俩研究战术动作。我想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各位开始压分。四位太太不要回头，因为与此同时，我也请我们在观战室里面的我们的四位先生，也要对自己的表现做出一个分数。哎呦。我一下加到二十级了，赶快跑！有上限吗？没有上限。有上限吗？什么意思？力量型的？什么意思？你先就是大胆的给，好不好？然后我再告诉你那个底线在哪里，好不好？咦，何老师，你要吐了吗？笑不是，我真的是不是被吓到了？哪位选手？什么事情啊？有一位选手真的下的分数非常的惊人，每一分代表五秒啊。对，我也没下错了。你下错了是不是？可能是。你下的是秒数，不是分数是吗？我不知道。秒数，一分一秒，这说了很多遍，刚才他还没听明白。没事。目前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有一对夫妻，别慌，有一对夫妻预测的时间一模一样。还有一对夫妻，老婆预测的分数是老公的两倍多。哇，来宣布。我死了。哎呀，老公，我对你不住了。让他上。我的心脏。本轮压分排名第一的分数是24分。这意味着这个女人觉得她的老公可以挂着她挂两分钟。可以的。这老公太强悍了，你知道吗？绝对是钢铁侠来了。好，何老师，你不说我们都知道是谁。哇，这也害死我了。坦白讲，除了信心满满的那一位，剩下的三位分数都极其接近。我应该去死了。手榴弹扔给他。不会，说不定赢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就别看了，各位太太对自己的先生的信心分到底分别是多少，请看。咱们俩又杠上了。好，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分数是这样，24分、12分、8分的12分。首先，我们遗憾地宣布，就是第一轮的这个挑战呢，因为目前下的信息分最少，所以呢，香香和王导啊，没有机会参加这个挑战。太好啦！我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与此同时，他们两个也因为惊人的这种默契。啊，他们得到一点小小的快乐啊，这是夫妻两个人之间的默契，说明王导对自己的能力的判断和香香对王导的能力的判断是一模一样的，契合的。那么接下来呢，剩下的三位，你们当中分数较高的两位可以参加比赛。我跟艾达说一下，你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呀？因为是之前我们做了无数次的测试，我们看到的极限就是24。就是2分钟，就是不可能比这个更厉害，所以如果今天你们真的可以突破24，哇，那就是爱的力量。好哇，我相信你可以的，老公，我对你有信心。你不知道我手有伤吗，大姐啊？但与此同时，你的老公分数真是低得可怜呐。老公生气了。好，来，抱抱跟欣然。比我们还低。抱抱跟欣然，两位决定好按分数，来。
抱抱加不加？然后我说加加加加一分，加三分钟，三分钟，三分。啊，我还错了。啊！还要加吗？他还加。一定要加到两分钟吗？千万不要，不要！你们那边这么厚的玻璃，我都听到了你们的咆哮哎！四位老公已经沸腾了啊！加，你可以再加30都可以。不行，我不能再当炮灰了。20，二十，我觉得你老公也可以再加。爸爸，虽然你没有回头，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听到你老公心中对你的呼唤。加吧。你觉得那个声音是什么？一个字还是两个字？一个字是吗？加。25。同学们，所以不要起哄，这都是活生生的人呐。好，咱们实事求是，好吧？要有点这个自然科学，好吧？好，来。抱抱姐不加了，我比你矮。哇，25，25，哇，25，22，55，注意，是22，不是55啊。22，我们不加了，你们俩 PK。OK， 静，我不再加了。对于体重这个事儿，我们要再拼不过去，老公，别的我们就都输了，加。我不再加了，23分。如果抱抱姐再加，我不再加了。哦，我不再加了，就这样。想想我突然觉得你这8分好寒酸。耶！因为我的体重比较轻，对，我只有89斤。89斤啊，又轻了，太。哎，您这个有信心？我什么什么什么？2分钟过来就89斤，嗯，再加还90多呢。来，请决定。四、三，哇！陆毅，你老婆的手在抖。别一抖，多摁太多了。给他24。想到啊，没想到。那我们先去洗洗手。我们都是好老婆。好，信心分，信心分结束。首先，遗憾的宣布，香香跟欣然，以及你们的先生没有机会参加第一轮的挑战。那么，恭喜鲍蕾和我们的蔡少芬两位，在这一次的下信心分当中完成了这个挑战。接下来，我们把机会就留给你们的先生。第一轮的游戏，陆毅和张晋两位做好准备，为他而战。哦，绝不放手。刚刚在前面我看到了，每一位男士似乎对自己的信心都不是特别的足，是吧？静哥给的是7分。对，因为我手疼嘛，他为什么没想到这一点呢？娘娘是不是已经忘了你的手受伤这件事了？娘娘在哪儿？我保证不打死你。娘娘，你是不是已经忘了她的手受伤这回事了？对。所以很多时候，女人不仅仅是买衣服的时候是冲动的，在逼死老公这件事情上面也非常冲动啊！啊，你给自己的信心分是9分。9分，对，到24了，这个差距有点大。嗯。鲍蕾，你的信心是来源于什么地方？是来源于这一坨健硕的大胸肌吗？是，一开始是来自于这个，但是后来的确是有点冲动是魔鬼了。
那么再次需要提醒两位老公，你们对于自己有多少的信心？没问题，完全没问题。请准备。蔡少芬和张晋在绝不放手这个环节里面，他们需要在空中坚持的时间一共是120秒。用他们的爱和坚持，他们可以做到吗？能不能啊？能。请准备。计时开始。心高一点，心高一点。不要太大劲儿，少一点力。我说你的手别太大力。手别太大劲儿。不行啊，你告诉我啊。我知道。没事的。手放松一点。放松，对。时间已经过去了33秒。才33秒啊！反正行不行啊？调整一下这只手，调整一下这只手，对。哎呀哎呀哎呀！调整一下这只手。停住！时间过去46秒。时间过去55秒，还有一半。灵魂没有，你可不可以用一点力？可以的，老公。调整一下这只手，拉近一点。对，调整一下这只手。1分07秒。好，我们的唱首歌来听吧。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7秒了，1分半。我的心，调整一下右手，好，调整一下左手。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着我。帅不帅呀、啊？我看见他眼睛都是血，对啊，我很难过。啊，你好厉害，老公，你是我的偶像啊！我爱你啊！我爱死你了！耶！这么厉害，但是你们走多远啊？走多远了？走多远啊？辛苦了。等一下，要你老公帮你按摩哦。对，你老公手也远了。我还敢，我要帮他按摩。来，掌声给他们。我真的掉在上面最后那一刻，就觉得我是在想象下面放手他会死，我才能坚持的。哇！要不然我真的坚持不了。好的，张晋和蔡少芬已经完成了他们绝不放手坚持了120秒钟的挑战。那么下面这一组夫妻即将要出战，让我们有请出鲍蕾、陆毅，请准备。绝不放手，陆毅、鲍蕾挑战120秒，开始。
没问题啊，2分钟没问题，放心。真的，脚可以放松了。好，时间已经过去20秒啊，已经20秒，真快。我的手好酸。你别动，对你放松。努力加油。时间过去40秒。他们也可以，他们也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怎么样？先准备运动。时间过去1分钟。别手又抖。我会抓住你的。加油！可以的。我会抓住你的，放心。加油！坚持住，快上一下，坚持住！哎呀哎呀，加油！加油！漂亮！加油！加油！时间过去1分半，分半了，还有30秒，还有30秒，坚持！你还上得来吗？手滑了，上不来。坚持住！还有20秒，坚持住！加油！倒计时15秒。你还上得来吗？手滑了，上不来。坚持住，还有20秒，坚持住，加油！倒计时15秒，加油！我不觉得了，加油！陆毅这一头汗呢，这是一个坚持的老公，虽然失利了，但是也是英雄，对不对？谁说英雄就一定要成功呢？怎么了？没事呢。啊？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把他积分给补回来。我看到你倒掉的脸，我很心疼。没不心疼，没事啊。所以我就分心了，给自己找个理由。已经算是付出了自己的全力了，尤其是在观战区那边。对，香姐看到这一幕，想不想试一下？来吧，我觉得好感动，不管是赢了还是输了，都挺感动的。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很难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在这种状态里，然后，相依为命。相依为命，对，我觉得那个夫妻的感情，我相信做了这两轮游戏之后，他们俩的感情会更加甜蜜，真的。小主，一直在旁边在流眼泪。多好的游戏节目，好感人啊！我觉得这个就像刚香香刚刚说的，成功和不成功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香香说的这个相依为命的感觉和彼此支撑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用一种游戏的方式来提供一个极致的表现。其实夫妻也好，情侣也好，真的就是这样，在遇到难事的时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就肯定能挺过去的。祝福大家，加油加油。第一关的挑战就到这里，让我们恭喜张晋蔡少芬挑战成功。耶，跟大家讲，因为正好香香坐在我旁边，所以她全程跟王导的讨论我是听见的。
他跟王导说的第一句话，我当时没敢在节目里面说，我是怕他们拱他们两个就上去，因为香香跟王导说，我们两个应该尝试一下这样那种夫妻当中相依为命的感觉。他跟王导说，我们过得都太好了，没有受过这种苦。我的假睫毛都哭飞了，对，我知道。然后那个，尤其是他们张晋、张泰这一对的，刚刚是因为他刚做嘛，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游戏会呈现出一个什么状态。是，我觉得开始可能就是觉得好玩、搞笑的一个游戏，没想到哎，冉冉升起的那一刻，冉冉升起，红旗就是老公拉着老婆冉冉升起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就像一个好莱坞的大片，就是老婆然后。快要坠入悬崖，老公抓他死死地抓着他，后来张晋又说那句，说的那句话说，我就在想象，如果我松手，我老婆就会死，但是我的眼泪他还我就流出来了。很好，真的很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种类型。跟大家讲，我为他而战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类型，接下来可能没有这么惨烈，但是确实也会要求夫妻，接下来这个环节是要夫妻双方来配合来完成的，所以呢可能跟体力没关系，但是跟默契和你们彼此之间信任依然有关系。我接下来这三轮大家要加油了，因为目前可以说是张泰和张晋遥遥领先。那第二轮呢，我们首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一轮要考验的是老公的嗅觉。哦，嗅觉，陆毅有问题吗？有点问题。怎么说？为什么会有点问题？经常有时候家里的牛奶坏了，他喝不出来。他跟我很像啊！我说老公，这个有药味儿。他说你的鼻子怎么那么怪？我也是，就是喝那个牛奶，好像臭了，酸了，好像真的有点酸。你还喝？已经过期一个多月了，也把全部都弄。所以我那天突然就觉得陆毅那么重口味，黑暗料理其实很可怜，因为淡的味道他尝不出来。哦，明白明白。他需要重的，他才能吃得出。那接下来四位，我们先看游戏规则，然后我们依然按照第一轮的这个积分赛的方式，第一轮是暗暗打分，好不好？来看一下第二轮玩的这个游戏，名字叫做这个闻香。识女人，哇！优雅的男士能熟悉多少种香水的味道？十五瓶不同香型的香水，十五位风情各异的模特，每瓶香水喷洒在对应编号的模特身上。老婆通过下分，决定老公将要挑战的数量，随后在香水区挑选出相应数量的香水，对应编号的模特佩戴被遮挡的号牌前往匹配区。老公必须通过嗅觉将香水与喷洒干香水的模特一一匹配，限时三分钟，老公全部匹配正确方能获得相应分数，基础分为六分，一瓶香水代表三分，老婆每增加三分，老公将要多匹配一组香味。做清醒的男人千万不能被芳香迷惑哟。我必须要提醒太太们注意的，就是因为他如果要仔细的分辨的话，他可能要离那个女人距离稍微近一点。我就是想说这个，没关系没关系，只要能加分都可以。我也是这么想的。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老婆？王导在后面，大气啊，这个老婆。我很小气的。啊，那个Ada， 你可以接受的，张晋，比如说工作的关系或者某些不得已的关系，跟一个异性亲密的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可以接受？接吻啊，抱抱啊，都不行。都可以，都可以。如果是工作的原因，接吻也可以呀、啊，因为拍戏嘛，可以，可以做演员，没办法。但如果当主持人，这不可以啊。当什么？主持人呢、啊？啊，当主持人。但是如果我们这个节目要求，我们这个节目要求主持人必须要跟一个模特儿亲吻呢？如果一个节目要求，有这种节目吗？什么节目啊？如果你们遇到也告诉我一下。我跟他谈恋爱呢。何老师有多么渴望。说起来陆毅因为要挑战很多角色，那这些角色里面他必须要投入进去。对，你是会更担心还是更放心？他你我属于更放心。更放心、有的时候我还会说，老公不要太见离，要投入。哇，你要先骗了自己才能骗得了我们。这反而你更不敢了。在家不是这么说的呀。真的假的？你现在不许回头，你现在不许回头。陆毅他真的有这样跟你讲过吗？我
我故意在家里说，我告诉你啊，千万不要认真啊，这是拍戏，知道吗？对对对对对。好，我们问一下欣然好了，那你会介意吗？就是这种亲密的程度，抱啊吻啊这些都没有关系。我曾经有一次看他一部戏，然后他要吻他的一个师姐啊，我说你这吻的不投入啊，你怎么这样呢？然后真事儿、啊、也是上戏的，对。然后他说，我师姐，我真下不去嘴呀，我下不去嘴，对，然后，对，对，然后我，那就说，师妹就可以了。对，你要是下得去嘴一次也就到位了，你要下不去嘴，别觉得你这个男演员在他占他便宜，想多吻几次。我跟他说怎么样都好，不可以伸舌头。真的？对呀、啊、对呀、啊，有些演员会这样子做，伸舌头啊。对呀、啊，对，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剪掉他的，剪掉他的舌头可以。可是有的，如果电影可能要求也要啊，对吧？电影没办法。现在开始来下分了，第一轮的下分，四位太太请下分。哇，这好难啊！好。与此同时，我们也请四位先生，你们觉得你们可以下闻到多少瓶？好痛苦啊！这个真不要加，我鼻子真不行。我主要是今天感冒，我要是不感冒应该可以，因为我老婆特别喜欢买香水，所以我老陪她。不是你感冒的话，你可以凑近一点。行，好。Ada 已经下好了。嗯，你刚刚说很痛苦，为什么？我的手不停地摸汗，我不知道他可以闻多少。可是你们现在已经有遥遥领先呢、啊。对，可是我不想他闻女人嘛。两句话就问出实情了哈。出来这个视觉很不好。对对。我们也非常期待，包括四位先生也非常期待，到底这一轮。我们的四位老婆下分的情况如何？请亮分。咦，曹欣然24分，香香21分，抱抱15分 ，Ada 15分。哎，我跟你很像啊，我们都是美女。对，又开始了。好，两位同时在按分，我们在你们当中分数低的那一个，我们就直接出局了，好不好？来，马上，3、2、1。还加吗？不加了，不要加。请揭晓。18分，18分。我们结婚吧。其实我不应该再加了。你不应该再加了，是吗？我觉得陆毅嗅觉不是太灵敏，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分数最低。啊，你又想拼一下。哦，没关系。首先呢，我们还有两轮的这个挑战赛，还有机会 PK 赛，真的。好，那我不加了。我老公应该已经睡着了，因为没有，因为他鼻炎，我忘了。鼻炎啊？对，他感冒了，他说。对，我老公感冒了，而且闻不出来。好啊，一个鼻炎，一个感冒，一个闻不出来，一个闻不出来，一个老公猛挥手。那好，两位，我不加了，他们输定的了。你不加是不是？你也不加。一个鼻炎，一个感冒，确定吗？2，算了吧。好，最后的结果出来，那么恭喜，在这一轮的加分当中，比较高的两个分数是陶欣然和李湘，所以王岳伦、何建泽，两位做好准备，闻香识女人，为她而战。我老公恨不得想掐死我的表情。走过来的时候都有一种特别无奈的表情。欢迎来到闻香识女人 ，Show Time。Woo!
首先要开始挑战的呢是王导，香姐来，请随我来到香水台。好。你觉得这个任务艰巨吗？非常艰巨。太艰巨，那你还让他来？没有，因为我老公呢跟他们的那个工作性质不一样，平时可能就是跟女孩这么亲密的机会比较少，因为是导演，所以我特别的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想插一下，就是他们都喷哪儿了？他们耳朵后面还是喷？你希望他们喷哪儿？我希望他们喷到手上，这样上对，不要就太接近嘛。王导，如果香香没在，你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吗？啊，那肯定的，对。没关系，因为我觉得男人最终是他心里有你，他放在哪儿，他心里都有你，他会自律。如果他心里没你，你天天看着他。也没用，也真没用，所以我觉得我老公他是心里有我那种，所以我随意吧。我跟你说，所有的香水全部喷洒在了模特的脖子上面。哦，心里有香姐，怎么闻你都不怕。老公，你大胆的闻吧。好，啊，来，我不会生气的。这几瓶香水看品牌啊，我觉得差别应该不会特别大。他主要要找差区别比较大一点，他需要找一些差别略大一点的，其实是可以方便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很有效的分辨出来。这瓶吧，这个可以，味道比较好。你闻一下，这个可以，你应该闻得出来，因为它是甜的。大概我觉得区别比较大了。让我们有请陶欣然、何建泽，八瓶。他什么八瓶啊？那肯定输了。好，我觉得有可能成功。梦想一定要有的，万一见鬼了呢？李湘与陶欣然经过一番精心挑选，最终分别为自己的老公选定了七瓶和八瓶香水。王岳伦与何建泽的表现究竟如何？他们又是否能完成老婆所下的分数？比赛即将开始，模特们，请出列。Please， 闻香识女人，王导，你做好准备了吗？好，来，建泽，做好准备了吗？三分钟，倒计时，开始。你现在就可以跑啊！靠得好近啊！没关系，只要闻出来味儿。找到了。好啊！不会吧？那么快？好冷静啊！一边闻手一边闻，好，聪明聪明，老公这招太聪明。这个好，快贴快贴，赶快把爆满贴过去啊！快点快点，你已经用了30秒了，王导。哇哇啊！哇哇哇！不管怎么样，这样子很唬人呢。凑得好近哦！哎。跟刚才王导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糟糕，鼻子不管用了，来闻咖啡豆了。时间过去1分钟了，哎，闻过的就别闻了。哎，哇，我觉得他都快亲上去了。哇，没关系，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近的有点夸张。没关系，老公你不要受任何外界的干扰。Right， 给他夸，好，快贴，你把号给他就行。给他，给他就行，给他就行，不用你撕，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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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他拿着，给他就行了。太实诚了，你撕那个单反都尖的。鼻子，加油，几分钟了？加油，两分钟，哎呀，拼了，随便搞一个。老公，你随意吧。最后15秒，哇，管了，不管了，先闻了，才闻吧，倒计时10秒，哎呀，快点，快点。赌一把，梦，时间到了，哎呀，sorry，完全闻不出了，我尽力了，我鼻子，没事，快贴，憨萌的王导步态笨拙，身处花丛中仍然坐怀不乱，淡定从容。虽患感冒，但对香水颇有了解的他，最后正确匹配的香水瓶数是。12不对，13是15不对，他的呢？不对，13、15，啊，没有一个对的，一个都不对，一个都没对，哇，好棒啊！哇，好棒！
好，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果我很满意啊，说明接触女人少嘛，对，跟女人不会香水，没经验，没经验，对，的确，的确，的确，我根本都闻不出来。我对我老公的这个成绩我特别满意，心里更放心了。对对对，老公来亲一个，哎呀，谢谢谢谢，哎呀。而帅气迷人的何建泽在舞台上与模特上演了让人脸红心跳的贴面诱惑，霸气外露让全场尖叫，并且在规定时间内将标签都贴到了模特身上。他最后匹配的正确香水瓶数是15号。对了，12号，对，对两个。香香姐刚刚的意思就是王导很单纯，肯定是没有闻过太多的女人，所以老公，如果你识了很多的女人，最后识了我也是好的。好，在此我宣布，两位在闻香识女人的这局挑战当中，全部失败。下面我们需要去到博弈区重新划分他们的分数，来交给何老师。我们算赢了，感谢手机购物 APP 楚楚街对于本场所有的香水提供。只要登录手机购物 APP 楚楚街，上面无数的大牌香水等您疯抢。欢迎各位回来。刚刚香香跟我说，囧囧，你可以通过这些游戏看出这个每一个家庭夫妻之间都有不同的这种相处的方式，特别特别的有趣。我觉得像刚才这个游戏，两个家庭都没有成功，但是呢都有不同的表现，好吧。一个呢是卖乖啊，我们王导是卖乖啊，对吧？那建泽呢就耍帅，对吧？我也不知道他帅个什么劲儿，一个鼻炎，对吧？第一轮的这个积分赛已经结束，现在我们进到第二轮，也就是第三个游戏，进入到我们的 PK 赛。PK 赛是这样的一个规则，就是将会在四组家庭当中，下分最高的那个家庭会成为英雄，剩下的三组夫妻就正式成为联盟，联盟将会一起团结作战和英雄对抗。如果英雄成功，那么他将从其他的三对夫妻当中得到自己所投的分数。比如说我下的是60分，于是你们每家给我20分，于是我就拿到这60分。但是如果这个英雄家庭英雄夫妻挑战失败的话，对不起，你所下的信心分将要平均的分给剩下的三个家庭。也就比如说还是举例，我下60分，哎，我就平均的一家得到20分。那么特别提醒我们后面的我们的四位先生，从这一轮开始有爆分的机制。 PK 赛阶段，在老婆们下分的同时，老公们享有按键爆分的权利。当老公选择爆分，意味着一次性下掉夫妻俩的所有分数，争取以最高分取得英雄权利并赢得胜利。其他老公如果总积分高于当前爆分者，也可选择爆分抢到英雄权利。当更高分值的爆分出现，则意味着前一轮爆分无效，整场比赛老公只有一次爆分机会，老公爆分结果老婆无权更改。好，准备好了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游戏，地铁记忆的游戏规则，请看 VCR。 老婆的记忆力能影响老公的体力吗？在人群拥挤的地铁车厢内，两边各设置7个装有不同信息的拉环，两位老公同时进入车厢，他们必须奋力挤开人墙屏障，依次查看并大声报出拉环卡片上的词语。同时地铁外的老婆必须努力记住老公报出的词语和顺序。当老公挤出地铁与老婆会合，老婆迅速进入电话亭，按7张卡片的顺序报出答案。当老婆报出答案错误，则老公需再次挤进地铁，重新按顺序报出卡片内容，直到其中一位老婆完整说出正确答案，则分出胜负。请记住，老婆记忆好，老公受累少。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同时有两个队伍在完成这个挑战，所以你要在两个声音当中分辨哪个是你老公给你的声音，所以等下这个游戏会非常吵。那边好吵，后面那边真的已经很吵，陆毅的声音好大，陆毅的笑声真的好爽了，穿透力很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下信心分了。这一轮一方面要考自己记忆力，
七个词不但不能记错，顺序也不能错。七个词，我觉得这个是看女孩的记忆能力了。就怕老婆没记住怎么办？配合的七个词。老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你觉得你有机会和你的太太一起完成这个非常艰巨的挑战，也可以选择爆分，好不好？来，请下分，给出的分数最高的那一个就成为英雄。先看他们的分儿，对，我们再决定爆不爆。四位都已经下分完毕。现在其实英雄已经产生，联盟也已经产生，而这位英雄将要和其他的三个家庭作战，除非她的老公选择了爆分，成为分数最高的那一位。请亮分。零啊！你没有。你没有加分对吗？我没有加分，因为这个不适合你们。因为我觉得不擅长，另外我也不是你不擅长记忆，还是你老公体力不行？我觉得我老公在挤的过程中，他会满头大汗，不舒服，他会对会不舒服。然后呢，他可能讲不清楚，我可能就不一定能记得那么清楚。哦，你觉得这个游戏不适合你们两个？对我们两个配合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保存实力。我以为我已经很过分了，五分。你看看这位，你看看这位。这位三分、啊、为什么只给了三分？我对陆毅非常有信心，但是对自己不够有信心。就是记忆力是吗？ Me too， 我怕说你也是。好，各位，这位已经只剩53分的陶欣然同学把自己所有的分数都放了进去。老公，你回去加法处置我吧。因为他没生孩子啊，他还有记忆，是不是？哦，他没生孩子还有记忆。可是你们都是演员，演员的素质是非常厉害的。不是，你没生过，你不要说话。真的吗？我生过，我们就知道。哦，我知道了，是营运傻三年的原因吗？好，目前我们的英雄是陶欣然和泽泽这一类。接下来联盟的三位讨论出一个代表你们去出战的老公和。你刚才这样说，我们就不敢选你老公啊！我是死定的，我这机器一直，我生两个，你知道吗？我是不可能的啦！我老公的体力是可以的，要不我老公顶你，跟你，让你老公和我老公来，哎，行不行啊？当然不行。请问两位刚才是排好的一个小品吗？哎，香香，你不知道他们两个同时，哎，行不行啊？看我，这个节目叫为他而战，他女字旁的他。我怕我老婆记不住，我是一路挤一路喊可以，但我怕他记不住，他记忆力不好。好像不是太好。我们这样，其实我们三个来比较一下，谁赢的几率会比较高，好，而不是猜拳，是哪一队赢的几率比较高，就出去挑战他，对吧？我觉得跑来说，我老公是挺厉害，你老公应该也可以。那在记忆力方面，你们两个谁比较强？我死定的，我觉得你比较强。对，那你们谁老哪个老公跑得快，跟我一起，我们来参战。不可以，不可以这样组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给你们三个字好吗？婚姻法，好吗？这是一个遵纪守法的节目，好吗？不能欺负陶欣然山他们，对不对？这临时换不行的，好吗？差不多就得了。我觉得你的记忆力应该会比较好一点。我生两个了，你相信我吧？不是，亲爱的，因为你拍戏，所以你要记很多大段大段的台词。甄嬛台词，甄嬛里头那么多的台词，对，真的。我觉得香港演员是非常敬业。那个是配音，而且我跟你说，我是那个拖延症可以记得，拖延症就没有了。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的话，你老公可以重复给你听。对，你会问他，你会问他什么？比如说他跟你说香蕉。他那么多毒啊！你真是想我。没有，你都那么多钱了，没你说话的份儿。我们是联盟，在开会的。对呀、啊，你那个是英雄，咱们联盟讨论的是他来发表意见。你相信我，我真的是答的。为了一个集体的荣誉，已经说出我真的是傻的这样的台词。我真的是爸爸，你上，要不你拼了，咱们俩金刚锤，我们俩石头剪刀布。等一下，三个女人，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也尊重一下男人的意见，好不好？男人都傻了。当你们这个。谁去？哎，你们男人
决定谁去吧，好不好？女人决定不了，男人决定。啊、大家都这样。我推举的是他，陆毅，对吗？对对对对，陆毅自己挺身而出，是不是？好，好，好，好。看、啊、你要记住啊。对，我如果击穿了你们两个，不要，我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没关系，没所谓，反正我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对，但是我告诉你，他也赢不了。开始那个攻心战，攻心战。抱抱姐，我就很厚道，可以的，我也可以。哎呀，没你说话的份儿，我们在讨论呢。好，英雄是陶欣然和建泽，那剩下的三对夫妻是联盟，他们派出的是抱抱和陆毅出战。而目前的分数情况，陶欣然现在只有53分，如果他输了，他将会一无所有，但如果他赢了，他将会以106分来到冠军的位置。所以对于英雄的这个对这个小夫妻来讲，这是背水一战。何建泽、陆毅，两位做好准备，为他而战。导演，你们能告诉我这个车厢里究竟有多少人吗？140个人。哇，140个人的力量有多大？140个人同时举手，让我看一下。啊！140个人同时跳一下，看一下，3、2、1。140个人同时喊一声3、2、1。你们需要待会儿在140个人当中挤过去，报给太太正确的信息。好，你需要考虑到一点，在过程当中你们肯定看不到太太的眼睛，甚至有些时候因为你们两边都在说话，你们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对，所以你必须要用你最有效的信息告诉他。好了，地铁记忆，两位做好准备了吗？好了，地铁记忆，开车。好，两位做好准备了吗？好了，地铁记忆，开车。好，呵呵，开始了，呵呵。第一个呵呵，第二个是挖掘机，第三个是萝莉，呵呵，挖掘机，第四个是搓衣板，挖掘机，萝莉，五个是搓衣板，呵呵，挖掘机，萝莉，搓衣板，五人月饼，第六个是鸭梨，搓衣板，萝莉，五人月饼，鸭梨，土豪街，搓衣板，七个是土豪街。五人月饼鸭梨土豪金。呵呵，挖掘机是萝莉，嗯，搓衣板，哇哦，错了，对，没有、哦、没有，搓衣板，我等一下，呵呵，挖掘机，萝莉，搓衣板，对不起，五人啊，机长，来，请进。请进，开始吧。呵呵，挖掘机，萝莉，搓衣板，后面是什么？不对，继续，第一个呵呵，第二个挖掘机，第三个萝莉，第四个搓衣板，第二什么？五个是五人月饼，第六个是鸭梨，挖掘机，萝莉，五人月饼。老公，我都听不到。七个是土豪街，挖掘机，萝莉。我什么都没听。第六个是鸭梨。第六个是什么？挖掘机，萝莉。鸭梨。荷花搓衣板。错。土豪街。鸭梨，土豪街。说。呵呵，挖掘机，萝莉。五人月饼，错。继续，挖掘机，第三个萝莉，第四个搓衣板，第五个是五人月饼，五人月饼，第六个是鸭梨，挖掘机，萝莉，五人月饼，第七个是土豪街，挖掘机，萝莉，
萝莉，五人月本。错。拍掌，拍掌。呵呵，挖掘机，搓衣板。错了。呵呵，加油！挖掘机，萝莉，搓衣板，五人月饼，鸭梨，土豪金，一本。呵呵，挖掘机，萝莉，五人月饼。猜。继续。挖掘机，呵呵，挖掘机，萝莉。请进，加油！呵呵，挖掘机。萝莉，搓衣板，五人月饼。鸭梨，土豪金。漂亮！别哭啊，别哭。欢迎各位回来继续为他而战。现在呢，其实最对于特别是香香还有抱抱还有蔡少芬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压力，那么接下来呢是专门为老婆设计的一个加分环节。好消息是这个环节只加分，你们大胆的往里下信心分，只加分不扣分。接下来四个老婆得到一次加分游戏的机会，他们将要喝掉易拉罐中的部分可乐，并将罐子斜立在桌面上不倒，三分钟内立得越多所得的分数越高。本场唯一属于老婆们的挑战开始。现在时间才过去20秒，大家可以慢慢来。好，蔡少芬成功一个，香香成功一个，抱抱成功一个。好，蔡少芬已经，张台已经完成两个。好，香香也完成两个，抱抱完成两个，抓紧时间，一点一点，不着急不着急，往小步。好，蔡少芬已经完成三个了，早知道就多下几个了你。我一直在打歌。蔡少芬成功，香香成功。最后，除了陶欣然以一人称遗憾落败，其他三位老婆好在短时间内立起了各自指定数量的可乐罐，欣然为老公们的决胜之战争取了相应的分数。那么到了。最后一轮，第四轮的游戏，第四轮的游戏，坦白讲，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过程了，因为这轮之后就决定了今天到底哪一个队伍将受到残酷的终极惩罚。必须告诉大家，第四轮的游戏跟脑力没有关系。完了。太好了。跟体力也没有关系。哇。这个游戏我也不知道由什么来决定输赢，我只能告诉大家它只需要2秒钟。你对你先生这2秒钟有没有信心？2秒钟干啥？对啊，2秒钟够干什么的？请看游戏规则 VCR。 危机时刻你能为老婆奋不顾身吗？两位老公全神贯注，身体保持冲刺状态，当枪声突然间响起，老公们必须快速做出反应，迅速起跑并飞身冲破面前的玻璃屏障，借着惯性与臂力在两条同等距离的赛道上向前滑行，谁先奋力拍到各自赛道尽头的按钮，则对手老婆头上的水球爆裂，从而赢得挑战胜利。抓住机遇成功营救，你就是老婆眼中的 Superman。 水球，这是最后一次下分的机会，我们依然是采用谁分数最高
谁就是英雄，除非有老公要来爆灯。那么各位，我们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请你们信心满满把这个分数下下去。你对你的先生有多少信心？我觉得最难的是我。怎么说？因为我老公肯定不会爆分。我铁定是联盟了。我其实好想看王导当英雄。因为在我心中他就是英雄。不，我肯定会输给你们三个。那不一定，那不一定。不，王岳伦，要不你抱一下得了。王岳伦拼了。哎，王岳伦特别像一个导演在指挥三个演员。我操！讲戏啊，王导。真的好像香香姐啊，好像。我真的，我觉得他们那台戏比我们这边四个女人的戏。他那边就是一个导演三个演员呢。我真的，我跟你讲，一个导演三个演员，他就没有，他没有作证过，一般都不是那个王导，因为你。那个，然后我再跟你学啊，你然后就，全程这样。那个何导演，你最近应该也挺享受这种感觉吧？我跟你讲，我现在坐椅子不会好好坐，我现在都是这样坐的。当导演就特别爱这么坐，手里拿个对讲来看。好吧，玩笑过后来了，开始下分，三、二。你是第一和第二，那现在看来就是你是第一和第二的关系。对，现在看来就是我跟他争一二的，因为他抱定了嘛。对，就是我跟你没什么可争的。里面真的非常不严肃认真。这回除了有陆毅的笑声，还有王导。嗯，王导一直你我。王导想拼啊！对，我觉得王导可能要拼了，王导可能要爆灯了，朋友们。好，我们来看看，在最后一轮，四位太太给自己的先生下的信心分，来，下好了哈，来，请亮分。哇哦，一分吗？确定？一分，保守，对不对？保守。好，那么目前看来，59分是鲍蕾手上。全部有的分数，因为相信自己的。怎么样？他老公怎么样？因为相信自己的先生，他把自己身上的所有全部都放了进去。而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下，对面有要爆灯的先生吗？来给我爆灯吧！王岳伦，你为什么不爆灯啊？抱一下吧，开心啊！来，听一下王导说什么？听一下王导说什么？因为我想做联盟啊，因为我这个刚才这个项目，我觉得可能如果做联盟的话，我的赢的概率相对高一些。所以你把这个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抛到一边，然后希望可以就是有一个，现在还不是这个个人英雄主义的时候。最后一个游戏了。你准备广告时段展现你的英雄？啊，没关系啊。那目前三位联盟，你们要商量谁来代表你们的联盟出战？其实我真不明白，反正都是要我金哥来了，为什么他不爆灯呢？金哥来吧。不是，不一样。金哥爆灯。就意味着你变英雄，他们三个。对，但是我跟你说，结局是一样的，我们三个联盟也是陆毅上。其实你们应该是希望靖哥爆灯的，对吧？其实我觉得我不希望张靖爆灯，我也不希望，因为我希望张靖能成为我们的联盟，因为我觉得他的赢的几率非常高。对，陆毅，我听这话我都生气了。是。拼不下去。我们在后面也商量了很久了，因为我分数最低，我只能报。先问问你，那个王导一直啊，这他在说什么？他这是在说什么？他一直这样。他在说我们俩的分数最低。哦。我报了之后，他们三个是联盟。哦。他们三个联盟说，你们就选我，我去代表你们联盟出赛。我们三个没有王导，没有王导，这是有梦。没有。
好，你接着说，你接着。王导说，王导说，如果我真的想出赛的话，我就报了嘛，我就直接当英雄，反正无论是谁，我就一个人跟大家 PK。好，那抛开王导是不聊，那个陆毅，现在他们说那个张晋赢的可能性比你高。张晋是实力非常强，但是呢，我也不能认输，因为我本来已经是分数最低了，啊，我要绝处逢生，好，是实力而后生。好，何老师，我跟你说，对我来说现在是最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是联盟，如果陆毅赢了，最后输的就是我跟王岳伦，我们要接受最后很艰苦的这个惩罚。是，如果我们的联盟里如果派出张晋赢了的话，那就是他，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和他之间的谁会成为今天的最后一名。嗯，就是我们家庭和他们家庭的最后的比拼而已。对，至于他们两个，因为他们的分数很高了，其实都无所谓了。没错，对，所以各位，接下来陆毅和张晋的角逐成绩。对对，等一下，那个张太还没同意张晋出场呢。哎，对，同意艾达。我就觉得很傻，为什么就不傻？反正都要上场了，为什么就不去自己拼做英雄呢？啊！而且我真的觉得我老公会赢的嘛。啊！还是你吗？他让你爆灯啊！让你爆灯啊！张晋上，如果他老公赢了的话，是在帮我。是。如果他们不愿意帮，我们就自己上。如果王岳伦输了，我甘愿受惩罚。小姐，而且这里面我一直要强调一个，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觉得一定张晋是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两秒钟里面其实考不到太多，比如说身手啊或者什么，有时候你知道就是很大一坨东西扔出去，他就是那个他可能画得更远。不是，等一下，我跟你说，陆毅比王岳伦要高，所以我想问问他们的体重。啊，陆毅的体重是多少？155。王岳伦，我不太方便。没关系，保密。好，对。那现在我们情况是这样，目前的英雄是，鲍蕾，对，和陆毅。联盟派出来，我也不用张晋上了，我们自己上。我刚刚说愿赌服输，好，王岳伦自己拼，输了我们认。你同意吗？我没所谓。你同意吗？都可以。王岳伦同意吗？王岳伦必须同意。你这样子弄到我觉得我们很没有义气。不是，我老公下吧。不是，当然了。此时此刻只是我的心情，如果你们愿意帮我，我也愿意接。我肯定要帮你。必须。哎，这个就是这样的，当遇到大难临头的时候，朋友愿意帮就帮啊，不愿意帮我们就自己上啊，对不对？必须。那个，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啊。我特别希望，你再让我当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姐妹情的事儿啊。好，我现在特别希望主持人在我身边，我特别希望抓着李好的手说。对面的这个香香，刚才对，你知道，我刚才啊，你坐，我刚才已经感动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我觉得香香真的好帅啊，就是那种，就那我们家的事情，我夫妻的事情，我们自己担，但是你们愿意帮我，我也很开心的。你懂我的心情吗？王岳伦上。等一下，王岳伦，你说什么？如果我要上啊，咱们这么说，我 OK， 我可以。但是如果我要以联盟形式上，那我觉得我的这个性价比不是最高的。王导，因为反正我要上，我就干脆我就拍了就好了。你老婆正在过瘾呢，她没有在考虑性价比这些，她是要爽，她就是要爽。还有一个，我来说一句啊，这个项目。是为他而战这个节目开播以来首期里面所有的挑战项目里面最好的一个，最刺激的一个，而且这个经典的瞬间会永远留存在你们的脑海。我们上，来我了。所以，我们上，需要好好的想一想这件事情。算了，这样。
你们两个肯定保存实力没有问题。我觉得王岳伦没有，从节目的开始一直到现在，基本上除了闻香识女人之外就没上过。这一轮我们上一下，既然来了就玩得开心呗。成败对我们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夫妻齐心协力，齐力断金。哎，我明白，我明白。OK。我再说最后一句话，我再说最后一句话，这个项目值得拥有。现在王岳伦爆灯，因为他现在64分，所以目前他成为英雄。与其我们用联就是以联盟的形式出场。你既然希望那么希望我出场，我就以这个英雄的方式出场，我觉得比较好。因为我们如果我赢了，如果我有1%的可能性我赢了啊，然后但是我们的分数是最大化的嘛，对不对？如果我以联盟的形式赢了，我的分数我只能拿到我们只能拿到那个陆毅的1/3的分数，就没有什么意义。我同意，我支持我老公的选择。对对，各位多么精打细算的一家人呢、啊！好了，那么我倒数5秒之后，我们就尘埃落定这一轮的结果，然后我们请同盟的三位来决定谁来出战，好吗？5，有没有人想爆灯啊？3、2，张晋爆灯。张晋把自己的109分全部压了进去啊！来，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样，这个分数对我来讲现在已经不成问题了。刚才李好说的一句话，这一期只有这个游戏才能代表为他而战，所以我没事我就爆灯了。李好真的剧透很严重。好，那么目前张晋和蔡少芬是场上最高分，所以当他们爆了之后，其他人爆无可爆，因为爆了也只是爆爆，好吗？这个的格局跟刚才不一样，是因为刚才的那个格局是我赢，我接受惩罚，还是鲍蕾他们一家接受惩罚？但是现在的格局是我跟鲍蕾现在是一体的，对，我们是一家的，就是如果我们都是分数最低的，如果你们赢了。他们受惩罚，如果你们输了是他受惩罚，鲍蕾受惩罚，所以你现在安全了。对，我安全了，你无论如何安全了。所以为了鲍蕾他们一家安全，我们一定要选出我们三个家庭里头最强的那个来去帮。不听鲍鲍自己的意见，对，好，因为你是什么意见，你的关键意见是什么？你觉得谁？你这样吧，我觉得对手太强劲了，亲爱的，我跟你说，现在你点，你觉得我老公可以赢他，你就点我老公；你觉得他老公可以赢，你就点他。如果你觉得你的老公可以赢，你就老公上。哎呀，真的，鲍蕾没有想到来一个节目可以随便点别人老公的。可以啊，随便点，随意，对，最重就是说不要受惩罚。明白，好不好？明白。鲍蕾，你来决定。我点我老公。好，好。所以刚才那20多分钟，我们又回到了张晋和陆毅。张晋和陆毅，对，但是不一样了。对，刚才不一样，但是刚才一番，大家看，很简单，刚才一番激烈的争夺之后，唯一的赢家是湘湘和王岳伦。对，他们两个安全了。好，那接下来即将要出战的是张晋和陆毅，而这一轮因为压的信心分特别高，所以谁赢谁安全。谁输，谁将成为本场的最后输家。所以，陆毅、张晋，最后一轮游戏，英雄救美，为他而战。救美，我又来了。你真的只是因为我前面说的那句话来选择了这个项目吗？没错，我觉得为他而战这个4个字平时做的太少了。哦，这个机会真不错。我今天晚上爽死了。说话小心点啊。OK， 接下来英雄救美，二位做好准备了吗？好。两位英雄救美，请准备。
一个是运动达人，一个是武功健将。二位请做好准备，英雄救美。请准备。所有的我们的四对夫妻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和表现出来浓浓的爱。那么也很遗憾，今天呢我们鲍蕾和陆毅这一对呢分数最低，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你们的逆袭，好不好？来，所有的朋友给他们鼓劲加油。好，那么现在呢除了你们，我们所有现场的嘉宾、主持人、亲爱的观众，甚至我们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除了锁门的啊，都可以陆续的离开我们的现场了。
首先我们感谢其他的三组的嘉宾，谢谢你们，好，休息，下次见，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亲爱的观众，关灯了啊，好，谢谢两位，好运，为他而战，下周再见，再见各位。怎么突然变成患难夫妻了？两位，你们的惩罚在自己的房间，现在回去就会揭晓，好吗？好。再喝两瓶可乐。不行，我一直恶心，刚才不停地上厕所。哎呦天哪，这音乐，我都快哭出来了。哎，这个是。这音乐。我都快哭出来了。哎，这个是。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感谢椰子新鲜面膜东风标致408，感谢手机购物 APP 楚楚街。一路走